有吧？啊，有哈，啊，加码去看啊、哦。人迄中国啊，68年来只啊通知咱，伊有办法，因逐工来看即迄个中国时报、联合报，拢咧看迄内底政府咧讲啥讲啥，啊，咱台湾人拢无。台湾人逐工都伫遐读册，啊去公司工厂咧上班，安尼都要饲某仔囝，要饲，啊要看后代啊，咱拢后代啊，有比咱老爸较进步无？无啊，不管你读硕士、博士，啊无比老爸较进步。啊，中国来毋免咧，迄。昨昏上讲，迄老乌仔来遮一年两年，伊就甲你享受68年。人伊就去接触中迄资讯，人因中国伊会什么联合报、中国什么拢伫内底看，啊，知影讲迄个因的政府要做啥，伊甲官员要做啥，拢遮很一致这样去支持。啊，咱台湾人就通较困怯啦，讲啥去做讲吼，啊，咱好好读册就好啊，啊，读个拢因中国个设计出来册，你有效吗？哦，你读出来，你不管像我是大学是数学系毕业，研究所是管理科学啊，博士继续在研究，我是从事于那个专业投资啊，啊专业投资话国外的话我顶呱呱，但是台湾现在都不行，台湾都因为内线交易的政府控制很严格嘛。好、哦，我这是当年我拢会讲，我先介绍，我就是李添，啊今仔接题目真正一定啊，你要看清楚哦，台湾的问题啊，我这么台湾问题是要比较广泛，属于政治方面的，啊台湾问题不只是。降低的问题呢，真侪包括咱食顶年的大桶油啊，吼、哦，迄也是问题嘛。啊，迄污环境被污染啦，啊，咱缴的税去用贪污去，吼、哦，啊你生出来囝无甲你友好，即种台湾的问题，吼、哦，啊叫伊来上这个华语班，无要抄你歪来。啊，我讲一个方法，顶几啊期啊讲，你是老爸老母，你有钱嘛？你讲我遗产以后就不给你，你不来上我就不给你，啊、哦。你来讲吼，来遮上过啊，高级班的证书拿好看，哦，遗产马上给你啊，他们就来上，啊，啊，过之后，今麦愈来少年人愈来愈济啊，吼，啊，知道你女孩子吼，你的男朋友今麦你拍拖了，你甲讲你也无上华丽吼，我无要甲你结婚，你无华丽，这脑筋内底戆戆，我不嫁你吼，说出来叫人戆戆，哄骗去，同款，查甫要娶查某啊，讲你。麦达刚叫我去看什么101烟火，什么基隆、高雄港的什么黄寿小鸭，看迄拢会出发啦，要上华丽啦。哎、欸，看迄拢无啦，你哈，恁、啊、这拜托恁这少年的啦，你等下恁找你像种帅哥，你的女朋友无啦，你就准备莫该哇，迄盘落无好，洗出来后底啊哈，拢准备用欺负的啦。迄脑跟成电脑内底无迄个程式哈、啊，你电脑再怎样高级哈、啊，跑出来就是。打电动玩具呢？哎，看101烟火就打电动玩具啊！啊，吃什么什么？顶礼拜那个情人节去吃情人大餐，哎，现在无猜时间嘞。你练华理嘛？你男女朋友就研究华理啊，在网络上研究华理嘛。一个住在高雄，一个在台北，远距离你就用网络嘛。啊，什么叫做什么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什么那个流亡不得那个就地合法化，探讨一下嘛，对不对？啊，遐只简单呢，吼、哦！啊，我诶，伫民政府这边吼，台湾民政府这边伫台北市，我是负责规划了。啊，如果说以流亡政府这边来讲呢，应该是属于经建会、经济建设委员会哈规划，或是国务院的里面的迄个国发会。啊，我伫中央这边是属于迄个经济产业省。啊，这个省跟那个我们这个流亡政府的省不一样啊，这个省是这个类似于经济。就不能用那边讲通产省啊，外务省那款省哈，这唔，我你这个省啊，搁一个州啊，唔是哦，这个省唔是这款的行政，这些省是这些自治单位里面的省。好，安尼，我介绍我知啦哈，好，安知哈，哎，马吉哈，啊，即马落来哈，真正重点落来，都我当个脑内革命嘛哈，拄啊都要解决台湾问题，啊，要哪解决？哦，迄前辈拄啊，咱同心有迄个协调。有开讲过，哇！民进党替你拼干的啊！哦，你也是查某囡仔，一定嫁祸啊！啊，你也查甫一定要甲娶啊！啊，你看有效吗？迄时我拄讲，迄出来拢未生卵的，无型的啦，只有生卵的无型的。你爱有脑筋啦！我拄啊前面那一章哈、喔，脑内革命啦！对东方咱受中国文化影响，脑较无去甲练起来。啊，你讲脑是啥？咱电脑同款啦！你几啊万块、两万块、三万块、四万块、十万块买等来平板电脑，还是迄、那个？迄、那个桌上遐是笔记型电脑，你内底也无好的程式，无好的迄逻辑板，你甲人袂拼哩。
你跑出来就是电动玩具呢，就是底下 MSN 迄个即时通呢。啊，真正电脑是要发挥什么效果，你应该知吧？啊，像我今仔起码可以拿来这边用，跟人家联系所以脑，你现在把它想我脑啊，我从细汉也无讲教讲咩啊，补脑咩，有啦，食脑补脑，拢食拢猪脑，所以拢猪脑。有剩诶，都一般的动物本能，十波诶，查某诶，食仙桃牌，要补遐。男孩子知影遐名诶，食便便叫。脑呢？脑恁哪拢无去想呢？脑咩哪弄？你要知影讲，查某即个无，你爱食仙桃牌。查甫诶，爱讲迄个造化多好，让对方对。脑呢？咱即要输就输人去脑啊！咱即要台湾人欺负就欺负即个脑啊！哇，你诶脑拢用去呾，用去安尼读册啦，读像我咧读物理、化学、数学，咱社会系读历史、地理，出来伫外口，查甫去做一个兵咧，佮谈一个恋爱，出来伫社会去升啊，总经理，像我这样总经理什么什么升上去，到最后咧，哇，大环境怎么那么差？有没有？而且呢，问题在哪里？就算你华理再懂也没有用，你没有脑华理的，有程式很好，电脑很好。像这样电脑买一部电脑3、4万很好，但是你没有那种脑筋哈，那个逻辑板没有把它启动，算是有，你有你无给它启动，要肯定你到成功马顶底下摆无好，怎样变那个启动才对？咱台湾就是讲，大家拢惊讲歹势啦，莫啦，这拢唔对，这拢中国文化，伊拢被骗啦。伊讲其实叫讲吼，咱做好代志无人知，这对无？这唔对。人别人做歹代志无人讲出，这拢唔对。你的身躯的，咱的身躯的细胞呢？咱这身体马上得癌细胞，马上，迄善良细胞马上变成癌细胞。西方会强调是讲，我做好代志，我用在，人再来个挑战，啊，再如何如何？别人做歹代志，你也敢讲？人另外的别人都在讲，伊做在美国去会得着。你看咱台湾这么宗教上来讲吼，你要得福报吼，人别人做歹代志莫敢讲，无你会下地狱。你做好代志吼。无洪灾，尼福报就更悬哇！大家侥幸间呢，所以台湾拢未进步啊。什么？我在以往政府里面经济部也待过啊。迄旁边在已经他们主管都在怎样商量，怎样安尼做歹代志，迄边小萝卜进去，也为了讲我在升迁，所以拢唔敢讲。其实拢知影，边样你每天的主管安尼无代志，底下敲电话讲迄，准备要向您议事，要等一下中午要去食饭，迄就是拢要干那讲要那讲潮个啊嘛。即西方无可能，你办公室哪有可能发生个？在台湾你看，伊讲我听无，经常爱是主管做歹代志，我后摆是要升迁，莫去夺，莫去夺做主管就好啊。你看，安尼都唔对，两个同样一个情形采用的模式出在哪里？出在脑啊！你脑从小被设定，你做好代志莫用知，那别人做歹代志莫用讲，你做法度升天，有无？这逻辑安尼，你讲对？你。是造细胞哈，60条细胞，每个细胞啊，全部我都要讲的，这用咱这款的逻辑哈，你马上狗屁掉，因为每个细胞都那功能，家己本身的功能，本质节能卖走，依照这个中国文化这样，我讲中国文化你卖牌子，中国文化有很好的一本，但是有一群人把那个中国最恶劣的文化带到台湾来，那一群人是中国人不要了。65年前，黑龙江是被他们中国人追杀。他为了台湾这边，甘楚翁，你一个人马上被派到台北啊，是纽约去当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你用去用派去啊，你啥拢无啊 ，team 也无啥，专业管理拢没有啊。去那边到最后就用那个本能啊，就是屠杀，就把那边的那个那边人家演好的制度都把它摧毁掉，然后就霸占这样。到现在就是啊，我们现在你看台湾人现在悲惨了，我即马即就是讲要用脑内革命，要解决台湾问题。里面的副主题，即个恁若要参加公，台湾民政的公告，这条公式要记下来。这个大家拢知嘛哈？这个国家 F 就是我们国小、国中开始学的 F 函数有没有 ？Y 等于 F over X 嘛，有无？那 X 的是变数，你给它 X 怎么给它，它 Y 产生多少出来？一样啊，这个同样把这种 model 这种程序，你给用在社会科学，用在各个领域，医学、科学、宗教都是离不开。
这个 F 哈，F 是一个像电脑或者生产线，或是一个国家的运作机制，一个是社会的运作机制，或是咱人的一个整个的运作机制是 F 嘛哈。那以前在国小、国中有学数学，讲简单方形，啊方形的你讲，那跟国家嘛哈，国家好像是一个产品，F 这个生产线机械啊，把这些原料、人民、领土、政府、主权这四个原料，把它组装起来变成国家。哦，安尼我先这个破题先安尼，哦，我你莫甲我讲吼，一群人住了着国家，哦，啊选举着国家，哦，行街头着国家，哦，要是啊我讲吼，迄国家家吼，家里面是一群猪啊，啊，所以大家都猪啊，所以你们应该同意吧？你们是猪在选举啦，所以在这边住的都是猪的国家啦。那迪威，你告诉我说，我们这群猪都比人还聪明，啊，那我同意啊，真的，我们看到有些猪，有些训练都比人还聪明了。好，啊，这题哈，这建国方程式我都有讲过。建国方程式啊，记下来，这个方程式不止在社会科学，在所有的你学过的科学领域都用这个了，离不开了，就是脑筋了。这个 F 就是刚才讲，如果讲这 F 是脑筋，你的脑筋的。那你给你 X 是所有你资讯的，或是你的地位的，你的财产啊，你的身体啊，你的健康以后，你把这些资源，你把它分很多项目。透过你这样一个机制撞出来 ，Y 是要多少什么？这么简单，不相信？你们现在得到一个信息，说台湾民政划理，那你得到这个信息以后，你 F 判断以后，你现在来这边上课啊，同样模式，啊，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认识以后，然后交配以后，生出来一个下面的儿子 Y 啊，国家也是这样啊，你生产这部电脑，宏基的、华硕的或是惠普的，是一样啊，它零组件、零组件、零组件，然后透过 F 组装起来就 Y 啊，哦，这个公式背起来。这个很重要啊！到时候你就上学，就说我是来会计的、经济的、法理的，啊，是讲迄什么健康的、医生的，就是在这里面都在做这个了，就在做这个，所以公司背起来啊。西方人，我在西方社会很多都是他们直接不管法律系的或者政治历史系、艺术系都是上这个了，表面上是上了没有讲的，但实际上上这个。啊，那台湾很奇怪，地方这种，我对自然科学没兴趣，要上社会系。哎，社会系不是那个收烂摊子的地方嘞，但是我们台湾竟然社会系被人家当成收烂摊子，是数理不会的跑到社会系变成垃圾桶的地方。但是社会科学、社会里的政治、法律、历史、艺术，那个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集体那个最重要的领域嘞。结果我们台湾，你看，国中、高中是被这个地方政弄了一个联考制度，嘿。好像咱讲一个嘛，你查甫喙齿都袂发，你就甲决定讲吼，大字都还袂提，讲远啊，这十几岁、十五岁数学袂物理三角函数搞不懂啊，所以都去考历史地理，历史地理用背的嘛，啊糟糕啊！所以弄过去，你看现在台湾流亡这么一台面上那一群，都是这一群人去换的，哎，拢无脑筋，就是拢无这个观念啊，无这种观念啊，啊，一去那边也糟蹋了那个领域啊。还在网络上问啊，奥巴马也是读法律的，是说我讲奥巴马法律跟你台湾的法律不一样，你台湾的法律是因为在国中、高中数理很差，跑去练考联考，然后混到台大，然后政大去练，结果政大、台大培养的律师在社会上服务糟糕，都被他糟蹋了。那脑筋没有开窍，我都讲脑内革命，你无开窍，你做任何事或者当医生怎样，你都会很差了，你观念不打，到最后是没有成就感，就贪污拿钱。有没有？到最后很厉害的，到最后把钱拿来，啊，表面上不会直接跟你要钱了，啊。我说应该鼓励他们直接去抢银行就好了。啊，那林律师那个和赖素如，还有以前的大财团那些人，怎么都直接抢银行就好了嘛？干嘛用那种骗人家手段？啊，那这个是脑筋出了问题，但是也消费者人民脑也是出了问题了。就算我们自己一直培养又达到那个程度，你也是跟他一样了，因为这个环境就是那样，那个温床啊。那个温床那样，你栽培出来种子，花出来苗都是那样。好，这大家这来快乐带，这个电波就重要。台湾人，这中国很乱，台湾没有这种空间。
像我所写八位，他90%的财产都已经捐出来给社会公益，不是公益，把环境弄得更好，就是把地球什么弄得更好呢？不是只给儿子。你看王永庆，你看，然后留那么糟蹋了台湾的环境，结果赚了钱，你看，啊，那丢吗？但是问题的，里面很多人如果经过李光正之后培养出来，以后还是比王永庆厉害，去做那些事了。嗯啊，王永庆这样做，李登辉这样做，你黄春水扁的这样做，马英九这样，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啊，我说你卖，你比一点低嘛，你去美国比嘛，去欧洲比嘛，你说啊，都要有这种观念，你才会去比啊，不然你永远是在台湾这个低调步里面低调的搭低步哈，你要搭古步嘛，搭好步嘛，对吧？好、啊，这个观念就你要突破，这些脑筋要突破，我都问脑筋各位，你要突破去，像同样在这边上课，美国人不用上，德国人不用上，为什么要上？因为我们68年来，咱去用，闹去用改变的，所以咱才赶快把它补强回来嘛。你无补强回来，你讲，竟然叫阮拼就好啊！啊，拼30年啊！你当阵吼30岁，即卖已经60、70岁，要退休啊，要去见上帝啊！你还靠他？你华理唔对的嘛？我讲个脑，这数学迄个方向都唔对，向量啊、肌肉都唔对，你才拼有啊！咱即卖内底有遮侪读社会系，应该我拄啊讲的话，拢插到你的心嘛啦。你在国中、高中是不是三角函数跟排列组合搞不懂？所以你看，什么台湾政府为了赚钱推出的，各个地方都卖那个彩券了。其实它是那种变相的在贪污的。但台湾每次一故意摆弄好，什么现在已经头奖已经要多少亿了，哇，下班大排长龙，哇，一共每个人在欢迎我，结果不是，大家都是为了几亿。黑都是拢无读数学的人才会去搞说，我来武汉，我要看会丢啊，未丢？我遐该报过有人丢嘞。你敢真正迄个骗的啦？因为我在金融会待过了，我不是待过，我现在还在待嘛。一头工嘛，跟上午啊，我来改工况，我命运无遐未输伊吧。我说我来拜拜看，爱到1000块一万拜落，啊你浪费时间。啊，你啊安尼就真的浪费。啊，杜家头前有照我书面资料啊，用基本金那边讲的。啊，其实我6礼拜拢去我的山区。平时中央这边较早我是无接这责任，我是拢伫休息啦，假日休息，我拢去种树啊。啊，拜一拜五要上班以前，我差不多5点起来，不管关系什么5点起来，差不多都会去山顶洗洗，就是先去上班啦。上班我唔是讲真正像咱去上班，我就变脑筋放空。你话讲脑筋变啊，变咩革命嘛？啊，你拄啊查某的查甫拢用武功啊，闹咧闹变啊，啊，都要去先净空。啊，我不像一般员工自己没有空，就早上起来就赶着上班，赶到这办公室坐在那边，做那些都是 routine 的工作，啊，就撑到中午吃个饭，啊，吃饱了睡个半个小时，又撑到6点回家，啊，撑到8、9点，啊，6点、7点啊回家就接小孩，啊，人生啊安尼啊，安尼倒不如啊，对啊，哎呦，我讲真正台湾就是讲无这闹哈，再安尼。啊，无那当然，你讲啊，我要食饭啊，吃喝拉撒睡变那种，所以民政府是讲有提出的福利政策，像欧洲，不管迄苏联、俄罗斯，啊是讲北欧国家，包括大国家法国、德国，啊美国不用讲，美国那个比较高用的，基本的生活吃喝拉撒睡，人民你不用去担心，你要住不用，比如像我们现在说，一坪50万，啊你都算什么？我免那买，我看阮做工啊晒看有啊，啊无人看免那种。哎，袂去啊！你一生烦恼多，啊！你要阁娶某，恁某讲，因老母讲，你无甲买厝啊，阮查某囝歹嫁哩。啊，无你啊讲啊，我娶你好啊，你较有钱，我就娶你就好啊，对无？连恁两个拢娶，啊，娶起来要弄啊，我要享受尔有效，对无？啊，生出囝阁互你拖磨。啊，我意思我就唔是用批评，我用这样。欧洲大部分的国家吃喝拉撒睡食衣住行，即便你是政府，是一个国家。就好像我们在公司的，他已经应征叫我们去，你就要给我基本的薪水，给我那个交通费什么吃那些没问题。我们既然在这个是一个有政府，我们不是国家哈，在这边是我们被占领、被委托一个好像总经理来管理。这个总经理竟然让我们这些人，竟然说买房子我要我们去打拼，嗯啊，那买房子你要好好念书，求功名，啊住的话，好吃的什么都是你要负责。你去看欧洲国家哪里有这样？像俄罗斯，前几天我们这边有探讨，俄罗斯普丁讲说你们这个烂中国哪里有13亿靠你这样？他们讲俄罗斯从岁，俄罗斯18岁以上住都免费的啦，都政府都提供了，就要比较豪华都住了，啊，受教育都免费了，啊，
德国也是这样啊，北欧端丹麦都这样啊。啊，你人生你个想法嘛，在做诶，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讲你经过打拼，你已经有成就，这些吃喝拉撒睡你不用去烦恼的话，你脑筋从小就可以去发展你喜欢你音乐、艺术、科学、宗教，你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去发挥你的天赋了嘛。你看那个每年秋天开始的诺贝尔奖发布了多久，怎么都是白人呢？因都是社会环境给他们无后顾之忧，无你像咱台湾，哦，你到30岁、到40岁，搁个烦恼，讲无厝头住、无囝，吼、哦，啊，跟动物一样啊！动物，你看那个鸟跟那个，都每天都忙于说有没有得吃啊？那当然没办法发挥你脑部了。刚才我讲重点是脑内革命啊！啊，华丽那个当然很多老师都讲华丽，就像电脑程式一样啊，你。有那个程式，但是你没有把它脑没有把它启动，那个程式来跑的话，你电脑还是跑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所以脑很重要。好，都要讲个下哈。啊，这个的话就是我要去放空了哈，不是股票的放空了，而是每天我都这样做。这就是我都要来哈，其实是我每天的了哈，每天弄了。电脑好像怪怪的，好出来了，哎，死定了哈！直接用地球啊，Google 哈，以后你们也要写，连线都要写，demo 要跟全世界伟大人物挑战，你都要写这些啊，不能只有口头讲啊，口头讲你就陷入中国，那时候讲了45期的时候讲了，我很好听，那就以为说人家跟你要写45期，你就要写这个，就 demo，那你工欲善其事，必要利其器啊。好，在这基本上，在社会上都有，我们的市场都有，你赶快去学习，脑筋开窍，赶快讲，我要学习回去就赶紧不耻下问了，对，赶紧拍摄你年纪较大，对，你就赶紧孙啊，学把劲啦，卖惊见笑了，好，卖扮那45斤孙爱听公阿的话，你嘛个变倒过来，讲阿甲你学电脑，我逐每个月甲你教书钱，你在孙子，你在学校学了什么来教阿公，啊，你敢问台湾民政府说要上网，你是要帮我上去？啊，连这个都不会，这个是做在培养那个亲情感情嘛，对不对？很好的方法啊，不要你老师都回去都盯你的小孩子在学校功课好不好啊？现在换你的孙子来盯你啊，你在台湾民政府那边写的华丽好不好啊？第一个先上网嘛，上网会不会啊？连上网都不会啊，你脑筋都刚才电脑都不会打开，那你知道啊？啊，刚才那个 Google 进来啊。安尼看清楚哈，拄啊有啊，恁票啊，地球哈，地球是咩呢？哈，这个形啊，咱即马是只 Google，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拳击手，说在介绍我们台湾，人家老外说你从哪里来？啊，你要讲介绍台湾啊，他也不知道台湾还是台南还是泰国，啊，你就干脆啊，你来上网啊，我 demo 给你看。而老外他很清楚，他们那个空间比东方人强。你刚刚这样讲，他就知道。好，啊，我也是采用这种话。刚才前面我采用中国是书面资料，我是谁？Lee Team，英伦 Lee Lee 啊什么啊呢？啊，名片也是这样，大家都这样，没有什么名片拿给扔的。啊，这么都要用这种方法。啊，咱这么不是要跟李旺政，我那是要跟美国挑战。好，就是以色列这样，美国对以色列芯片嘛，让他这样。也不管你要介绍什么，哈，你都要用现在的方法。在啊，迄在是你，再去好像有一个老师讲过，你在是一个尝试呢，不是知识啊。迄尝试根本你都免学，迄从你生下你的社会就自然给你了。刚才讲你也要穿盔，你要强调你会穿盔，因为讲你要翘起来都比较穿盔，讲你穿盔才厉害。就有人讲伊喘气遮厉害，有练气功的人有啦。啊，迄个尝试呢，就莫讲啊。啊，讲伊暗时啊，你眠床顶偌厉害，变变个，啊，迄莫讲啊。吼，你讲着讲，你发多影响到社会了，啊，影响到社会，人家要跟你学习，啊，莫你啊，像台湾那查甫人个40岁就出一支嘴啊，我相信你看，大家讲啊，你看，对吧？啊，叫来学华语啦，都变一支嘴啊啦。迄度吼，迄。啊！迄牙齿边就变得软去啊！
华语袂晓吼，都咬字啊啦。好，我拄啊即个直接秀出来哈。即我再去来电，我把它放大，因为它这个荧幕好像缩小，投影机荧幕把它缩小。我电脑是高解析度，变成荧幕缩小。这是我住十七地方，好，这是现在在介绍。台北在这边，台北市中心在这啊，这东区这戏子，我住在十七家。啊，这山区，啊，我住在这，啊，你只要看有几啊条画红的哈，青的。啊，捷运哦，我开到山里面这么好，那个大概戏子正在郡守在考试，可能是我当了，我就会这样。这个是在这个这边基隆嘛哈，基隆方向啊，这个台北啊，这边中间这一带就是，十字嘛啊，这条的纵贯线，那个什么台北和那个、台铁一家，啊，那个新台五路一家，啊，只要几啊条我画出来，啊，我住的这一间厝嘛，啊，叫家几啊哈，我标定一家，啊，这个介绍我自己啊，我用不同方法，啊，我不要用前面我是用那个中国式的时候文字我是什么，就这样。啊！你问讲啊，这红的这是啥？啊，我再去夹一遍啦。啊，青这拢我夹一遍。啊，我讲啊，这一条红的哈，这是四点五，这条8公里。好，啊，我每工拢安尼，啊，拜六礼拜拢会去夹。啊，所以我脑筋才清楚的。啊，不过清楚无啊，头毛老白去，你知哪怪？用脑过度啊，是吧？我跟你讲，有自我实现哈，头发再白也不要紧，啊。啊，这条是白银路，啊，这条是水银路，这条是清境路，啊，这条是新台五路，啊，这宏基总部的家，啊，大家应该在哈。啊，这我要讲啥？我介绍这老师，我讲话，这每条路边两边，啊，是步道，这步道有些步道，这还有山里面有步道，没办法马路，没办法画出来。每一张路我拢种树啊。有空旷，所以平均起来大概1公尺这种树啊，哎，树啊都是。跟处理囡仔同款，受精卵开始去育种，去秋天去登山的时候，郊外的时候找朋友找，去毕业爸把种子捡回来，就带动我的休闲，然后总会育种，然后春天像这春天到了，所以这几天我就在忙那个育种，播下去啊，2、3个月它长得像头低一样多，我到春天去爬山，比如说你们有兴趣下一次春天要跟着去，我去爬啊，去不只是爬山，我浪费生命。还要背的那个几棵树苗，走到哪里种到哪里，啊，这个是原来。那刚开始7、8年前我不是这样，7、8年前我是说我去爬山都享受人家山林啊，不，我们大部分人是这样，哦，能爬山的话，上班族啊这样的话，哎，于是有灵机乍现，那关是神啊什么之类，那灵机乍现就夏天大概SARS 那一段时间来着，夏天啊7、8月啊。啊，以前我也是看了，都这样爬山在山里面，像这么棒的地方啊！好，那个大尖山你们应该知道吧？记得大尖山。哎，不知道我看都看到有树都很高。哎，有一天邻居发现，我在走到那边花篮子，春天看到那个山沟旁都绿油油的小树苗，就看到我们这样一群人，台湾2300、1800万绿油油一群人在那边打拼，啊，看到每个人穿西装、穿洋装、开辫子，啊，看到以为说，还不错啊。但是我注意这一些树苗，从那一年我开始。不对，到5月份全部都枯死掉，只有它春天它是在干柳求救，它那春天立样了就是干柳在求救，但是我观察好几年，那一年我在荒山求救，我要去救它，不然它每次大批父母把它从树上掉下来，这边发芽，春天这时像雨水开始到发芽，3月发芽，大概长了大概像尺那低啊那哈筷子那么高，到夏天没有水全部死掉，赶紧带完人赶快。刚才台湾人很快，啊，从来人我去种，反正那时候说啊，把它移植嘛，移植到另外一个地方。刚总工人逃难赶快，那种以前装流亡政府的价值观，现在把它改掉，装那个华丽，装速写，装物理，装那个逻辑板，装进去你就有自动导航。啊，我就那个种，哎，这挖起来的，哎，我怎么我种3、4年啊，哇，树啊，我去爬山拢加岗位的，哎，感谢你。好，人家用鸟语花香嘛，哈，是不是鸟？现在变成鸟香花语。好，这你发到这样对，我这去外国介绍过，迄外国个听着咧拢戆去。我讲你们做什么环保，我都咧做啊啦。什么降低那个地球软化，我拢咧做啊啦。啊，咱家我讲咱台湾啦，训练出来都纸上谈兵啦。没这软化，科学家什么研究一大堆，拢也要做啊，嘛拢也要讲啊，做无办法，政企业在边啊讲，明明金咧顶咧涂骹，伊甲头前咧涂骹，真正也一片啦。
你比如说，这么春天到，你学校的话，都 Google 什么网络的话，小朋友都很写啊，种树很重要啊，养在地球的，大家写啊，咱父母唔知，也以为讲会晓写，就代表会晓做，差远哩啊，差远哩，会晓写，迄是写呢，要做个另外一个问题。单纯讲，你知道邻居旁边的一个很漂亮女孩子，难道你知道她漂亮就可以当你老婆吗？对不对？你起码开始要打起勇气要去追她，啊，知道她家电话号码，知道她的名字，还要知道接下来知道生辰八字，啊，喜欢吃巧克力还是要看101，还是看还是那个黄字要华丽。啊，外公一些，哎，喜欢华丽那个你就要追，啊，前面那几种不要追，那个满街都是。啊，阿仔话，恁阿爸我介绍，我老外介绍，又听者啊，几下个荷兰人啊，是个法国人，有时候假日我带他一起，哇，腰酸叹为观止。一用一 Google 一个 blog 就直接跟德国联系，说我在台湾遇到这样的人，那这个对我来讲，我都做到啊，为什么大家做不到？因为我们被养成习惯，说啊，上班下班，学生学校上课，剩下时间就这么混啊。其实每天24小时剩下很多时间啦，都这么混啦，这边等啦，刚才等早上等上班呢、啊。早上六点起来等上班，等到8点，等2个小时，啊，上班过程中他们闯红绿灯，啊，开便士，啊，去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面，穿，你知道被坐上，电脑打开，看 email，那个小三有没有传 email 过来看？啊，每天的应付这些，我干脆不要，啊，就是，我在三中，你在上班呢，所以我每次我去上班哈，我下面的同仁都吓死了，因为我其实我脑筋很清楚啊，我知道他们怎么回答我，我说你不用回答，我都已经知道了，啊，这个。脑筋清楚就是，因为我透早都去山顶，安尼吸迄个什么分多精啊，还佫迄个树啊，甲夹，吼，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啦。无几啊，基层几啊，拢甲问讲，啊你，做，我都讲食仙桃牌，佫食迄个黄色小精灵，啊，那我们要食啥？我讲来食这啦。安尼，大家就大家做一搞嘛，你大家做一搞，你做一搞嘛，恁社区有公园啊，你都去遐弄嘛。啊，其实讲恁有较少。住在郊外去安做啊，他、啊、就是自我实现了、啊。西方人很强调自我实现，好、啊，给你规划好，好、啊，受政府帮你规划什么，从幼稚园开始念书，念到硕士、博士，然后出来找工作，这你就全部都完蛋了。现在就做，就要自我去挑战了，就是人家都不用供应给你，除了空气、水。阳光那个上帝神供应啊，其他的你能够自己去谈。不要说啊，没有就不敢做了，就等在那边，啊，看老板、看主管，都看你先生、看你老公啊，什么给你，你才愿意做。好，这是我自我介绍关于这一点哈。啊，这都要看过，这没个看。好，咱来看下成果。都要讲种树啊嘛，我袂甲你骗的。啊，咱后摆华丽弄的华丽的，这张树就靠我的华丽吧啦。这张树啊，2011年10月11号，10月秋天，我都讲秋天嘛哈。啊，我在春天种的时候哈，超低安尼俩。啊，这个这么这长安高我先看嘛。春天4月份种了嘛哈，啊，噶当年度的10月份，半年无搞，很大张啊。啊，这树啊足大，我去选这个，这个有经验。后壁较真袂看就知影，我去选款花，我袂去种什么兰花，种什么迄对大自然都没有帮助了。那个种兰花，那个是个人修身养性，啊，或者是为着那这个叶子就跟工厂，我都无讲迄 F 吗？哇，迄、那个公司 F 已经都被喷空气啊啦！哦，恁倒无种迄个空气滤净器，这花啊，对地球上都一样啊。它这个花啊，都每天24小时，它这棵树如果正常可以活。60、70年甚至100年，他每天都在尽责任在攀起，在进化工。我呢，阮兜厝内底空气无好，咱就去买一款净空气来，但是都为了自己而已嘛。台湾人都为了自己，啊，这些有利的，他也并没像我今天达到这样了。种出来我就想到这个，啊，还有一个救了这棵树嘛。这棵树我当时没有救它，现在不存在了。哎，不是，桑葚这么大，嘿，你要求气不可能的。这个你应该拢知吧？五叶雪吧，迄个油桐啦，它生命力很旺，啊，这叶子遮大叶啊，还胖起来，你看，啊，我这胖出空气，我吸，我上新叶木，你若拢吸到啊，你莫甲讲你无吸到，你无重要，你拢吸到，地球表空气的表全全表，啊，
嘛，奥巴马诶，西装，迄习近平的西装，诶，马英九恁想脱掉伊，甲做咩侵略甲咩，把这空气啊，对吧？啊，这个你甲讲，我相信你这个脑内跟我想到这个，啊，我大概讲要做大事，做什么大事？做到说在流亡政府的制度下，做到说到最后做贪大污诶，做大事的情况。啊，我讲做好代志，我就比人讲嘛。啊，无你也像咱说中国传统的文化一样，诶，莫讲。变了难道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个人做？那明天的我还是发生什么意外？那糟糕，那没有人来啊！你像你们今天收到这样讲，你们就会说哦，那我春天到我也去种啊，我不输给那个李老师啊，对啊，就是安尼嘛，好啊，这张是另外一张哈，好，弄另外一张，啊啊，这恁上爱，啊，这就离阮家附近啊，啊都出来呢，樱花哈，这啥？哦，这樱花林。啊，今年气候透视吼，在过迄农历过年前，毋是有一段时间才夏天，哇，迄段时间足水诶！啊，顶几日讲落雨啥，啊，即要搁另外一批搁出来，都、就是安尼。啊，我早起时我讲我上班，也是每晚较早，等于我大较早下班嘛，三四点下班，我拢会看咧，安尼攀山越岭，一个禅宗讲的禅宗里面有啊，我们这边有师傅在禅宗讲，叫讲踏破什么。什么什么领头，谁说啊？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就安尼啊，每天啊，我唔是讲你啊赏心悦目，我伫遐头仔想讲，安那好，我公司内底员工不要给我偷懒，啊，操作股票给我不要乱弄，把我弄垮了，好资金袋子。啊，我想讲这华理吼，安那好，台湾人吼，你来进来学安尼，卖啊，逐工讲伫遐讲要诈骗集团，啊，我咧想这啊，我就伫遐咧很安详的樱花林之下，啊，都在午夜雪之下，啊，他们看到我了，哇，这树都很高兴，对不对？哦，安尼用了，这我拢做会到啊！这恁兜边啊拢有，啊，你毋是啊？恁逐个要创个厝个好，安尼高级享受嘞？哎，卖啦，卖享受遐，遐无效啊啦！今年出来啦，春天来啊啦！啊，什么华丽？从我再起来，就跟前头学生时代啊，连蹲在马桶里我也都看啊！我要占用我的时间啊！我不能说我等到老师给你规定，或主管，或者是总统给你规定说，趴咱们那公务员考试，您在练地啊，在灯火什么下，还是冷气机下，这边一个撇几个，那大家都会读那个什么了不起。所以要善用你的时间去练嘛，去蹲马桶，而且你搭捷运，而且恁马仔恁蹲没蹲高阳，伫迄、那个，伫游览车内底，你都甲现看十页，啊，全世界做袂到，我你做到，安尼就稳赢。啊，剩咧看看你要读的，伊拢你安尼，哇，迄桌子很舒服，办公桌很舒服，啊，灯光很亮亮，迄拢无效了。养尊处优，迄脑部都袂开窍，啊，这恁国平啊，想要去你网络教练咯吼，我带恁去，啊，拢免费的，啊，真的啦，我这以现身说，我唔是讲随便去欧洲拿一个相片回来，这个是发生在我刚才在我家里边的。啊，这我来介绍就是，这机制你看有无？都甲 F 公司一样，咱这样就是要甲系统甲展开来。哇，迄 F 吧，咱 F 迄 X 内底不管是 Y 前面都是这样。结果因为是我是从事证券迄个操盘的，我是操盘，里面有投资基金有一个操盘人嘛哈，我不是操盘人，我是操盘人的顶头上司，就是说战场上叫作战官，作战官你知道吗？作战看那些营长连长哦有没有在带部队作战啦，安尼啦，所以我脑筋要很清楚啦，不然那营长连长搞骗我都唔知，所以我拢我请来啊你。跟来郊外学习的，我要跟大自然学习，我不愿意跟人学习了，尤其不能跟中国文化学习了。中国文化什么什么什么草船借箭或什么空城计那个真的吗？曹操会那么笨吗？哎，这个男孩子你没有当过兵吗？曹操如果是你这曹操兵，你会那么笨？没受箭给他？空城计那好可怜啊！你带着10万大军到那边去啊，你不会派几个尖兵去看吗？看到一个孔明在拿个扇子扇一扇，你就夹掉。搞骗骗去，恁查甫做过兵人，拢啊派什么尖兵先去看呐、啊？所以吼、啊，咱台湾国想了，啊，佫小个问，咱囡仔拢爱学嘿，我安尼吼，软扛软胖的。嘿，以管理科学来讲，你无博，来个恁主管、董事长做，无博做袂到。你莫佫伫遐订，迄订单抢袂顶啊！你佫伫遐想空想办去共借订单，有无？恁男孩子在当兵，在李旺镇当兵，高装钱，啊，无物啊，知影讲甘着死啦，佫共偷借。你那么屌，你看咱训练出来台湾人都、就是，哎，美国人、西方人看到我们台湾人，他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恁查甫较少年，
这英俊啊，怎么白人都不嫁给你？他不看你的英俊啊，他看你的脑袋瓜，对不对？没骗你啊，西方人那个男女人最敏感，女人她是要繁知道这个繁衍下去，要繁衍后代的。女人啊，女人是很敏感的嘞，不能够随一个狗很英俊就嫁给他。女人是对那种传宗接代那个很敏感，就是一段时间是要先那种脑部清除，因为那繁衍的就像那个树，你看那个繁衍下去才好，不能只说很会赚钱，很会贪污的，你嫁给他，满足这，这个是一个功能啊，这个就把刚才的系统我用在了，这个你看起来好像一条船哦，帆船啊，早上好像有一个老师也说脑部的错觉，哎，我最厉害了，脑部错觉是会害死人类。这个其实咱来讲，这是咱迄较早迄酒楼啊，还是过滤器，到最后要筛选，到最后精华，这第三点出来，反正男孩子到最后第三点那个是最精华了，一样嘛啊，你吃的啊，就水到最后，这个是一层一层的，很刷牢感换啦，刷牢过滤以后，而且说那酿酒，让到最后要滴出来那个每个机子，这些在股票里面，我这有消化，所以股票里面。筛选，所以它这个也是个华理机制啊，它解决台湾的问题还是要华理机制，所以制造部都离不开华理，就是 F 了，那个 F 了，F 后面你要讲运作，好，挂号的。我就想看那个，这我看大家拢有，这拢到处股票，一边看种股票面的嘛，吼，拢套牢的，套干的，明摆人就明干的，吼，明干的来无下，看明明也无法大，都来参加民政府，民政府较有希望，对吧？看是吧？这个 M 哈，最上面的 M 是大环境，总体经济。大环境的啊，政策变化，你下面什么产业什么都没有用了。不相信？你看现在李旺正要走了，那些产业都准备都完蛋了，啊！所以张忠谋肯定要赶快退休了，有没有哈？张忠谋退休了，啊，有什么？啊，这个大环境之下，接下来 I 这个 macro 嘛哈，I 是 industry 产业，你下面很多人从事哪个产业？台湾人大概没有选了，有工作就好，有钱赚就好了。欧美国，因为别的国家不会，工作就要选的。如果说制造出来产品没有竞争力，或是危害世界，他不会去上班的。啊，台湾人管他，只要有薪水给我，管他老板是狗还是猫还是什么，我薪水就好。西方白人就这样，所以大环境产业 industry 啊 industry 里面有很多公司嘛，那个比如说半导体、电脑很多公司，那、啊、你选啊，当然你去年不能去选到台宏基啊，宏基我死去啊，你要做多死啊，你要做空了哈，啊我一做空拢掉啊，啊你。迄、那个晶圆代工的话，你要选台积电啊，你不能去选联电的哈，看边啊，到最后这上面 MIC 是属于基本面嘛，财务啊，迄个基本面啊，下面你看股市股票，那一档公司就有上市的话，股票上市，那看 S stock 嘛，股票是另外一个市场，啊，它那家公司生产产品是另外一个商品市场，啊、这两个市场怎样把它连接起来，就要透过那个便宜比什么比什么比，基本面那个是华理。到最后，你股价到最后现在印证，你股价是不是偏低偏高？你就筛选出来，你要做多做空，这个把它放在这一边，啊，看时间点到了再跌，我赶快进去买，没有那么好，它继续涨，那我就把它放空，在做很多投资吧，都不敢放空，对不对？所以拢安尼哈，赚一输啊就走了了去，后壁讲卖了伤早，永远搁这边甲买，搁买着上悬的，等解套，我看这次你再进去啊。解套了，中华民国要完蛋了，股市都结束掉了。我听到就好，你们不要帮我讲，说这个一位李教授在台上讲，叫他赶快股票去做空。听到就好了。好，那现在刚才那个股市大概带过了哈。好，那现在我们弄到另外一个市场，政治市场。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这个是一个考试，你讲恁国家，恁国家是什么国家？你讲你人，我讲你是什么人？我现在不是说你是美国人，所以美国是一个国家。说你这个美国是什么国家？我现在问台湾人，你动不动就讲说你是一个国家，2300万决定的，什么有选举投票？那我问你，我就很好笑，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这什么国家？有没有人举手来讲说我就是我的国家？有没有？有没有？去看啊！你这地球刚才咱用 Google 看，那地球上台湾人才衰尾嘞，无国家嘞，不要紧，咱逻辑学要清楚。有国家没有用嘞，生活要幸福快乐才重要，对不对？幸福快乐才重要，国家那个是等到你达到那个程度以后，就像你家，嘿，吹球猫阿伯讲，因妈子介也袂歹，讲要出去
建立一个家庭。做兵就去予士官长啊，长得要死要死啊！啊，伊讲讲要独立啦！恁做人的是多敢会独立啊？阮死的啦！你莫讲大家拢穿西装，啊，也莫哭个，我才甲我讲的，2300万，我们经过民主选举，迄恁囝会晓讲？我相信当你问恁莫讲恁囝，恁孙仔拢会晓讲，啊，你敢会独立啊？诶，亚洲国家就几个国家，菲律宾都看得出来了嘛，还有一个东帝汶也是嘛，菲律宾是不是安尼？当时西班牙伊要重新他们殖民对独立啊，啊美国因为当时占领嘛，殖民啊美国好、啊、尊重他，尊重他依照程序读啊，结果你看是吧？菲律宾的这些国家就乱七八糟了。不过人家他们我看他们的报纸，他们我们巴士海峡上面那个比我们还糟糕，不是国家称赞自己国家，哇！我说我们台湾了啊，那你们我们在学校上过上微积分这点，然后物理嘛啊，微积分重视来对来讲说，可微分就可联系嘛，哈，有没有学过？啊，有可联系不一定可微分嘛，啊，这个我不讲，是说不要叫你，像微积分里面或是物理牛顿，嘿，牛顿第三大运动力讲说 F 等于 ma， 黑管管推广说动则恒动，静则恒静，啊，你给它施一个力量，它就往了，只要哈、啊、不考虑到那种那个有摩擦的，一样啊，人家现在有。世界一流的专家，不只是学术专家，是那个负责那个领域的美国的 Colin Powell 已经跟你讲了 ，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the sovereignty as a nation。哈啊，美国其实维持这样政策，已经跟你这样讲，你跟维基牛顿跟你讲说，啊、太阳、啊、地球绕太阳啊，啊你讲唔是咧？国民党跟你讲太阳绕地球啊。啊，国民党个也讲啊，讲民进党个讲啊，你看这一时啊，太阳都从东边啊，中午我食饭伫中啊，尾样嘛落来啊，就太阳在转啊，啊，晚上看到月亮，说月亮地球都绕太阳都绕地球啊，啊，你也相信吗？民进党个民众怎么解讲啊呢？啊，伊叫你唔相信，伊讲给你好处啊。诶，五百年前，五百年间，切利两阵就是去拼这天文学，拼到伊两个西龙、西西龙掠台，啊。柯林个鲍尔黑将军嘛，鲍尔黑将军嘛，二零零四那讲，那我怎么给他框给他红的啊？那 nation 啊 ，nation 啊，你国际牌迄个家电也有 nation 嘛？后来靠你这个用 nation 不就后来改 panasonic 改掉哈？啊，个因迄亚太区啊，美国嘿派一个就当官到亚太州、亚太地区的负责亚太地区安全的主管，就像你在公司派你去了，你一定是那个领域的专家，一定了解很清楚嘛。他也讲了。Taiwan or Republic of China, ROC is not, 就是什么就是 not a state. State 的层次比 nation 那个管。像美国是 United, 是连把这个州、把这个各个国家、小国家联合起来，变成美国。啊，联合国是把地球上的不管好国家、坏国家，绝大是国家组成独立国家叫联合国。美国这个国家是把他们各州、加州、加利福尼亚州、德州什么州，那个都是一个国家了。他们的独立内部的那个宪法在运作，这个 state 换成州，其实它是国家了，啊，啊，这两个大家哈，啊，奥林斯人，当时的副国务卿佐利克，当时我们你们支持里面很多投给了陈水扁啊，两边一边一狗啊，美国这个人马上跳出来讲，台独代表战争，以这个为例，给他联想就是啥，战争当然是。最起码有两个人战争，像夫妻一定是夫跟妻吵架嘛，啊，吵一吵离婚嘛，不然跟鬼离婚，跟鬼打架。台独这个动作出来代表战争，那是谁跟谁战争？有没有人要回答？谁跟谁跟谁跟战争？这个人讲，你给我这个动作，像你家小孩一样，你给我玩火，我就把你巴掌下去。谁巴掌？难道是我就一巴掌吗？啊，听无，在有哪人听无？啊，叫咱这个民进党跟国民党跟媒体来渗透，哎，你独立哈。您隔壁的中国要打你，他还没有写中国了、哦。他每天给你展现的是中国的航空母舰的飞机，都跑给你看了，媒体都给你弄。啊，你弄，啊，那无去报美国跟日本的飞机来给你安呢？这人讲的有这种权利，就代表说战争就是我美国要打你了。但是美国跟你这个小屁他来打，丢脸。何况你已经被我占68年跟你打，对吧？所以你要一个看兴风作浪的啥人在兴风作浪？这句话是对啥人讲的？哎呦，
唔是啦，我都无讲过。迄即2004年迄阵，恁选会迄、那个吼，都呛着着啊，出来讲讲吼，两边一边一国啊，对嘛？啊，你有联想啊？安尼啊，这人这个国家难道是这个人？他们有庞大的幕僚团？那幕僚团可能像我们现在在做的国务院或是在国防部做，每天都这样在上班嘞。啊，讲安尼过来吼，但是代表说台湾的民意可能都是会被他启动坏掉啊。所以先，那我不可能跟你战争啊。你这个推他了，我美国这么强大，跟以前的日本希特勒我都没有放在眼里了。你这个小台湾，我跟你战争，何况你是我占领了呢？就像是你在公司上班，你董事长还跟你在那边慢慢战争，直接叫那个小主管就叫你明天不用来了啦。啊，像我的台湾人安吼，把自己膨胀得很厉害啊呢。迄干什么？钱之礼，中国的钱之礼有没有？钱，贵州有一条一坨鲤啊。啊，旁边那条老虎也从来没看过啊！哇，这什么怪物啊？看，走路去有脚，虎脚去有，而且旁边的虎甲从来你边啊单两杆单好嘛？哎，两杆三杆啊，那离过就那两个动作，啊不，咔嚓嚓啊呢，虎都刚刚合掉的，你还乖啦？啊，乖那个改品牌哦，恁提供，因为他贪污，啊，叫总经理去关啊！我们当员工在公司里面，倒是董事长来把你抓去关吗？你小主管啦、啊，你的小主管，你那个组长都抓关了，啊，你听有无？所以这一条来解释，讲陈水扁为什么关到现在？你们呸！贪污没有贪的比人家多，怎么关的比人家还多？这件事他贪做了贪污啦，当然不是贪钱，那这个权力超越了美国的，这个权力已经超越那个不，我贪污讲意思，贪污不是只是金钱的贪污的，搞不懂自己权力义务，小主管去挑战董事长，那董事长。要来处罚你？难道他自己过来上班时，说某某你要怎样？不会嘛？那已经下令出，直接叫总经理过来。总经理是啊，发生什么？好，你那个某个部门主管就处理掉了。啊，为什么要处理？不处理，台湾人又被陈水扁了，才公公说。因为安呐，一当总统唔敢乱来，你无看？我如果讲这些话，可能你听起来很不屑，你用多华丽，伊啊。下任以后，像李登辉不是总统的话，他变成一般人民的话，他会到处去演讲。他就把台湾那种我要独立建国，哇，糟糕！啊，台湾的成功我都要讲迄吹口嘛，甲下开摩托还袂洗到好，大家听者欢，外欢喜咧。我好，我安尼独立出去外口成立个家庭了，我毋是啊，甲阮阿那达某在一边了，阮是大人管啊，吼啊，写上大声叫伊听着歹势安尼，都是情况心态啊。安敢对？哎，华丽讲华丽拢唔对，哈啊！啊，过来讲，嗯，我做个华丽啊，上面都讲啊，上面希拉蕊比你脸他已经开出了，这个可能未来美国第一任女总统了哈。你看这个版型，依国际法嘛，你要独立照程序的，你打棒球要得分，照一棒棒上去打，啊，要上去打，先拿到资格。你都没有资格嘞，那低头，那笨蛋了，肯定被干共前列打。啊，那王建民跟你要怎样比啊？啊，有啊，比一比都剩下台湾的熟啦，都台湾的就打假球啊，无那个什么无什么架，也是投手那个不是投假球，你看两个环境不一样，都两大概同梯了嘛。你看一个到美国去，人家那个泱泱大国的环境下就不会啊，我就把天赋打出去，就不用去担心说没房子住啊，欠人家钱没得还，老婆跑掉了。台湾这个什么投手另外一个什么架，对，你看。啊，你看，啊，林立家都是家的，啊，林立是了，啊，这个在这种环境下，哦，都是流亡政府这种价值观培养出来。当然，有一些你没有发现，其实他是西装穿裙，那个猴子穿西装，道貌岸然。表面上他用中国人来讲，哎，很好听啊，让你听得很爽。那台湾人就是拢较在平埔族迄款的价值观，人家讲好听的话，你就安尼，哦，安尼心拢软落去啊，迄种唔对啦，你要讲脑内革命啦，随时要还你。好，啊，我甲浓缩一下。Taiwan is not state, neither a nation, not even a country, but an occupied territory。有无？咱都要甲前面那几个专家 ，not state 吧 ？state 是最高层次 ，nation 是次高层次 ，country 都不是，你只是一被占领。你去翻开以前发生的事情，68年前，我爸爸还在，他还参加了世界大战。他先生讲，所以我们的家族不会有错误的观念。他也不用去贪污，说永无不过雄，说要靠说要讲谎话，连战也是，我家里不会，啊，就照着我们就很清楚。台湾翻过来，依照
汉字，我就不喜欢写汉字的理解。你这 state nation country occupied territory， 你们要记下来啊、哦，这个你们要刚公务，这個、可能都会考到、哦，啊、哦，这个在美国很容易，小朋友幼稚园看到这个字都知道，不用去教他都知道这个不一样的定义。但是你看啊、哦，同样啊，你一到你们现在读过大学或是受过国中、高中的字。换你讲，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啊，三个都是国家，啊，国家我没办法，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家里面这个猪啊，那你跟人家国家到底，你们像2300万每个人讲的国家，就以这三个来连连看，你到底连到哪一个去了？这三个的法律责任义务都不一样嘞 ，state nation 跟 country 都不一样，还有个 territory 都不一样啊，你现在全部用国家把我弄过去。2300万民主选举以后，我们就会变成民主国家。那不知道这是小查某讲的。对呀、啊，啊，恁向阵还佫讲爱靠伊，我靠伊拢死了了。恁倒无查某叫比较厉害，恁查有读数理的比迄个读迄个法律系的，会输给他。哦。那二三十年了，阮爸靠干的，伊他妈九十几岁了。好个菜，我也种树啊！我讲你观察本有啊！啊，天顶吼遮热，天顶无种树，我拢来种树啦。较早才反对，讲淡薄仔要来找我吼，弄个白沙岭找我，好不好？你较早大部分老人啊来找你，拢讲我你厝下头啊，真欢喜，安尼快快乐乐，莫不是啊？我考验我的老爸，所以你们要学习，不要说对老爸老人家太给他安尼舒服了，啊，给他很照顾，脑筋都不刺激他，他让他一下狗屁掉高血压什么的、就是。我老爸要找我，都要爬到山上去。啊，刚刚说，哎呦，你都喊你无用股票，喊你无用，那你过去种树啊？伊是用传统个种树啊，讲安尼，看看咪个赚了什么一丛树啊卖钱个，我唔是啦，我这种树啊，后摆种了，哇，我都讲个逻辑嘛，啊，啊，我另外讲吼，这树啊，你后摆去做仙了，天顶拢无树啊，太阳你顶个迄拢无树啊嘞，我就先种好你啦，比人迄只烧金啊较好用啦，烧金哦破坏地球啊，啊，什么个过来讲吼，什么你个瓜草本啊，你个免瓜草，我树啊大棵个枝枝啊藏袂到啊。哦，听者讲对啊，即马出来甲咱隔壁开讲，是甲因亲戚开讲拢用这，拢个吼，讲甲笑干嘞。啊，加入咧华丽哦，咱台湾就是，啊，伊讲啊，迄民进党啊，拢无效啊，免看。好，多谢迄是，这个吼、哦、有记起了，这个课哦，你唔能听哦，你唔能够学咱台湾的学生啊，听讲哦，拢知影，啊，明仔翕相翕过，出来都拢未记了去，啊，佫走去民进党，佮民国党，啊，佫年底要选举，恁就佫去拼场。啊、哦，这个哈、哦，啊，对了，这咱怎么导入这类管理方面哈、哦？这个咱讲，咱说前面有那种，那么你的需求吧，不管你对大环境的需求，对个人的需求，对你的权利，还是对你贪污的需求，而且你这样需求，人家会给你反应嘛，旁边东西给你反应嘛。所以咱怎么用那个，因为我学管理科学，硕士班是学管理科学的哈。好、哦，不是企管了、哦，企管是很狭隘啊、哦，企业管理哦，管理就是连企业管理都在我里面了。包括宗教管理、跟政治管理、跟医学管理，还有信赖管理，都是在刚才那个 F 里面。F 那个就是你要去 handle 起来，然后去求极大值、极小值，或求什么变化那一样。所以我们只要国中的程度就可以把台湾治理得很好了。只要国中的程度，你有学过国中那个 F， 啊你就会晓，你就他给他连来对讲，啊你要来做我的官员，你要来做我翁、做我某，啊你 F 里面你要给他做啥，你安尼问就好啊。你们拢用表面讲，我遮水，我要娶做某。啊，伊要我做官，我来做官。啊，你甲囥入去 F 多 F 里内底，唔知要崩啥，你唔知啊。啊，希望人家很清楚说，我没有那能力，我就不要去占那个位置，有没有？赶快就辞职嘛，辞职是很正的。啊，离婚嘛，夫妻不行就赶快离婚嘛。人家还有第二春、第三春嘛，卖讲啊白死死啊。啊，跟住这流亡政府这样，啊，你都唔是好话，你赶快转嘛。你个真好，拖西连啊呢。啊，好，咱这边讲好。时间好，因为下后面的美丽老师来，我已经有警觉性了。来，人家嘛老公都还产生问题啊、哦，前面那个就是一个落差，才会产生那种啊糟糕，那不如所愿。人家嘛讲，咱都我前面同学你用马斯洛的以解释说，人类或是一个个人，大部分生命过程中、生活过程中都有这样一个阶梯的需求。第一个，大部分离不开动物本能生理需求。大部分在像我们这边70-80个里面，大部分都在这边。就算他已经有能力涂到最高层次，他还是留在这边。因为我们别人没有动啊，为什么要动？有没有？我们很多啊，就没有走那么走。
啊，一定拢台湾人都这四个钱，那生理期就吃喝拉撒睡，娱乐离不开吧，房子要越大，车子要越大，西装要漂亮，吃得山珍海味，这个生理需求。好，啊，你拥有这些以后，很怕失去，你很怕你老公跑掉，跑到你老婆跑掉，所以老婆女人就要赶快化妆，啊，男人就要变变叫，像连战就给他带。家也用清算，所以赶快把他的儿子送到香港去，准备要把台湾的钱，还有那个江炳坤的他的第三代，为什么都弄到香港，不弄到北京、上海，不弄到美国去？这个想也知道，为什么弄到香港，就为了安全需求了。他们生理需求已经满足了嘛，还怕这个怕失去，所以要有安全需求。但是台湾人都不知道安全，有了买房子装铁窗啊，会买保险啊。都怕死了，生理需求，然后安全，好，安全拿到，然后你那个铁桩装起来，跑到香港去，没有归属感啊，还有归属感，你安全有，比如说这边很安全啊，难道你们一辈子都坐在这边吗？这边没有，这个是因为这2天你们有归属的，但以后你归属到你的家庭、你的公司啊，所以到最后接下来有归属感，那有归属感以后，到你回到你家，你回去，你的宠物、你的配偶对你都很没有爱你，回到归属感都没有用。还有到那回到家里，不像你们明天试试看，你回家，你的配偶、你家里人对你一样很冷漠。你回到家不是归属吗？但是回到家里面，你的宠物都不叫你，你的弟弟、你的小孩都不叫你，你没有爱啊。所以希望到最后都会往爱，他一直鼓励要有爱，就是这个爱，而不是男女之间动物的爱哦，你有归属，然后到那个环境里面有爱。比如说你在台湾民政归属台湾民政府这边都。同仁都有爱嘛，让你们不是来这边像民进党吵吵闹闹的，他们吵起大派在那边吵来吵去，那你这些前面这一二三都达到以后，往最高层次自我实现。西方人大部分都在自我实现，包括什么？那你假发型容，底下冒险啊，这边跳舞，做面包什么？那边那这哈利波特的家庭主妇怎么没代志？底下在下黑啊，咱台湾家庭主妇啊，逐天底下看什么《玉兰旺的后》啊，下黑什么什么什么，看什么什么。对啊，看伊就好啊，人伊无，人伊自我实现，所以台湾现在慢慢把下面这个炸板块移到自我实现来，因为在周围你们生理需求就没问题了，起码跟着学习吧，种树应该会吧，连种树也不会，那不要去爬山，把树都爬光了，现在有啊，我就爬，变成透照，我太漂亮了，那刚才你那个需求里面产生问题了，那为什么？在国中、国小就学过了。你真正的需求低，但是你实际得到低，你投资股票本来是希望台积电，我们用宏基啊，希望涨到200块以后涨了，结果你弄错了，没有吧？结果现在把它跌到17块。你希望那样，但是真正的所以产生落差，这个 delta 值在国小就学过了，温差、血压差，血压为什么高血压都是血压出了问题嘛？性能力也一样啊，本来是要变给啊，那性能力不行啊，差这个啊，差出来，所以叫你买威尔刚啊，把这个 delta 值冲上去嘛。热力学、物理学、数学都学过，国中都学了嘞，不用大学，不用博士嘞。你们现在这些问题丢给博士，博士都是台湾这个流亡生，博士都是弄无半撇了，大家趴在阳光下、日光灯下这边练那些书，那些书都是人家老教授、美国穷教授写的，那些穷教授都翻不了天的，那些硕士、博士读那些翻不了天。有没有？所以以后你们家里有配偶还是小孩子，不要练他，让他练桌子。只要把国小、国中拿来，赶快把他发扬光大的有搞啊了。爸妈回去，像我昨天在便利商店看到一个父母一直在教他数学，他妈你考那么笨，人家隔壁阿朱都考满分，你怎么考38分？我说38分比马英九还厉害，马英九考48都当总统了，对不对？你落差这个要怎样解决？就脑内革命啊！你要知道你有落差，好，出来了。刚才讲女孩子会强调这一边，男孩子强面下面都没有去强调脑啊，西方人就会强调脑，所以解决问题主要攻击在脑啊，跟电脑一样，你电脑要去完成一个印出来或是 PowerPoint 做出来就解决，你一定脑部里电脑里面一点程式器要进去嘛，然后它会执行嘛，脑也是要，我们现在人的成功与否完全决定你脑，华理也是要脑，华理要落实下去也是要靠脑，包括里面前天。来这边是不是靠脑决定的？有没有人告诉我说他没有，是脚帮他决定边的？有没有？有没有说脚帮他决定走过来了？那我告诉你，你的脚是靠脑控制的了。
啊，脑是多到一个月前、两个月前收到一个信息进去到脑里面判断，判断以后，这个华理比民进党的什么什么台独党纲，比国民党的什么什么统一还要好啊，所以脑是最重要的。所以这边有三大块，红色这一块、跟黄色这一块、跟蓝色这一块。黄色这一块是比较一般生理需求，但动物一般，那低等动物是都有这些。黄色这一块，啊，这边是一般的，你植物也都有。啊，蓝色这个是后来再发展出来。那临床的人类是红色这块，就是额头这边。所以你们要找对象，要找额头很额头了哈。额头前凸后翘。啊，我较早生就安尼啊，磕头，好像嫌安尼嘞。阮公阿公吼，你这是安那，无用靠多咧，来给靠，脚较平较水。啊，后来人讲无啊，你这个闹就是好啊。没有错啊，我读数学读得很轻松啊，物理我都读得很轻松，所以就这个，我们要强调刚才脑内革命是这一块，你要有感觉啊，你被蚊子咬了还没有感觉，还要用宗教说不能打，还去放生，还有一个什么掏那个，掏尽了地球的资源去放，嚯、哦，我山里面被它放了一放生一大堆的，结果我都经常被毒蛇咬，但是我感谢它，我毒咬以后我都免疫了，我现在不怕蛇，连中国什么国民党、民进党都不怕了。啊，这个我讲话，你要感觉，还有判断，有没有？刚才脑内革命，你要判断，还有思考，还有规划哈。我当规划厅长，当然要规划，还要移动嘛。你要移动，比如说你刚才有南部来到北部上课，那北部人到南部的，那我重视也从这边把移到那一边去嘛。还有这个语言，那语言后面哈盖住了，后面还有一个性区域区，所以语言厉害的人的性能力都很强。所以你回去了，你看看你的配偶啊，不讲话那种性能力都很低了。你们你们试试看。因为从脑部那边就可以指示一块，你所有功能都是来脑部控制。语言这边性能力是在语言旁边，两个是在一起的。因为会讲话，动物不会讲话，人类为什么讲话？因为受到刺激啊，那个地方就受刺激。啊，所以下面那个为什么会动，也是因为受到刺激嘛。啊，所以这两个只是训练的机制一样啊。我还相信你登七块卖球，啊，你给书本呢？总统，恁咧总统书本咧，去因某面间咧，因某拢啊青瓜瘦，迄就是拢语言，迄个，你们的总统是不是语言能力很差？每次讲到这45斤，啊，陈水扁是跟我一样很会讲话，但是因老婆不会，是这点呐。好，那我们不是在批评，我们是用这个典故了哈。好，那我们把它系统化，把它弄到这边了。然后到 IPO as input, a process output。哇，这边哈，你收到信息。刚才不讲，你受到刺激，受到华理的公告出去，你得到信息以后，你看你们就会先来啊。但是我比你们更好，我2年前就来，坐在你们这边。但是你看，后面1800万都比你们还落后。那些人，你不要把他当成未来你的配偶。你下个礼拜赶快找他来上，不然你们的基因就很惨啊。我们看看什么烟火，什么 firework， 看那个什么黄色小鸭，说 end of duck 啊，看那些就哎呦，青年大餐，比那些你们回去在网络上说你没有华丽的人，我不嫁给你，我不娶你，好不好？要当我老婆老公要华丽，要懂基本的华丽都不懂，啊，这边 input 进去，你的脑部刚才不是红色的那一块，会认知判决说这个。信息进来是毒蛇还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蔡英文还是马英九还是谁讲还是林志森还是李春讲都判断马上嘛？难道你一到你的情绪中心，吼、哦、要讲的说我们讲这一套，您如果是你是深蓝的，听到这个应诉到情绪说，哇你反正屁干的哇，而且民进党闹柯林，你们诈骗集团啊，台独台湾华林没柯林，你诈骗集团，那就从这边我老早就知道了，所以不用林志森博士来讲，我知道他们一定那种情绪中枢就存在，电脑里面也存那样啊，你进去那一定要玩。所以你要思考嘛，然后记忆嘛，然后到最后输出来。哎，经过你分析以后，哎，赶快过完年又来这边上课了，有没有？大部分都这样嘛啊。哦，初级班不够，后来有些在做很多。啊，初级班我不想先上，我先上高级班，在做很多都先跳高级班。莫假跟他弄花花。另外，初级班我这边开过，你高级班有这种课吗？所以我这个应该变成高级班的高级班。好，啊，多还是大脑啊？啊，多了这是整个人体。眼体包括的 SIPO， 你的信息是不是透过眼睛？有没有？你现在听到我讲话耳朵嘛？看到我刚才 PowerPoint 讲是眼睛嘛？啊，呼吸嘛，哈，鼻孔嘛，嘴巴吃东西嘛。刚才生理需求啊，消化系统大概都胃这边的，从口腔食道胃，哎，大灯头蹦出来，哈，啊，马桶接下来的排走，啊，到最后最下面最没有价值，哎，最下面是最后成熟了，生殖器官，哎呀，你要生病了，医院里医生，啊，下面那个从下面开始割，全部割掉，但是上面这个不能割。
脑部不能割，这些信息都是外面给你 input， 到了你的脑部或身体外的 process output， 所以外脑内革命的讲，您信息要接受正确，因为宗教里面要正念、正信、正色。我讲这些，有人听不懂，就是都是。如果说你用生理科学，就是安尼啦；我的管理科学，就是安尼几百，都别闹啦。不是你这个人，是针对你的脑，不是针对你这个人。你说你这个人很差，不对，修正你这个脑很差，才会产生你这个人很差。因为人是由脑来控制的。哦，有没有人反驳我？有也是有，你东方就没办法，东方啊，你四十五斤糖尿病，所以你为人做事不好，不对，是你的脑。刚才我讲的全部是脑，包括你的性能力也是脑决定的，你的语言能力也是脑决定。我读大学时有没有像现在会讲话？现在话讲干了，讲干皮皮错。大家哦，知识哦，这个都不要讲，去你拢啊，那边讲啥？那教授就十月底要给打分数，因为知影这很正常现象。哎，三十年前我都安尼，经过练了，练到现在，我现在都实务经验了。好，整个解决问题的程序，然后解决台湾问题，或解决你的健康问题，解决你的夫妻感情问题，也是离不开这些啊。一些企业管理啊，管理科学里面模式的。第一个，你要了解现况啊，台湾的现况现在怎样？被人家占的嘛，是不是？起码了解嘛。你不要说台湾是个国家。前面跟你讲清楚，台湾是被人家叫68年前麦克阿瑟来占的啦，美国占的啦，啊，委托那个总经理啦，那落魄的总经理来当我们总经理到现在，啊，你讲啊，占了以后界定问题啊，问题一点啊，啊，给我们弄啊那乱七八糟，把中国的移民移进来，移到现在400万人进来，分析模式啊，你要刚才讲前面分析嘛，你要解决方案提出了，你是企业界的里面的专家，以及政府里面的专家，你要提出知道这样现况以后，你要提出解决方案呐，啊，解决方案你不能到最后背后是考虑贪污。有没有台湾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啦，就是因为后面大家都为了私利嘛，啊，用猴子穿西装的方法来误导你，道貌岸然，啊，以黄金当马良这样来运作。所以解决方案科学里面都很简单啦，都可以提出来了。专家，用台湾现在50-60人训练出来专家的，而且台湾民政的出政啊，诸位在座位我都可以把它引用过来，马上就发挥专能，一定比西方国家还强，比日本还强。那开始执行。也要读个，不要执行无哈。像我都讲个，种树啊才重要，叫去种种苗啊。所以我是执行重视了。我是用从那边像以前中国个嵇康有无？无代志伫遐搬砖啊，还浪费生命砖啊，也别对环境没有帮嘛。还有一个他们那个一个越王勾践，安尼卧薪尝胆，我也是在这样种树的时候卧薪尝胆，对不对？哎、啊，我种树啊，哎搬去山顶嘞，迄山顶偌高你知道？500公尺。惊袂起来，后来完成任务啊，但过程中就那要回馈要修正嘛，好，到最后第七项，台湾民政府执政，好，接下来的台湾民政府执政就是这个模式，对啊，刚才好啊，这个是管理科学啊，就是说因为我专行是管理的啊，管理弱弱等我慢用这个管理英文叫 management， 这边有些气管如果是在学校大概知道管理嘛，哦，叫你管财管物管，那都骗你的。到最后是刚才你的脑筋开窍的管了，很管用了。这个管啊，这个管啊，你知道 management 英文你要去查，希腊字开始变成化格字，变成英文字，17世纪以后在 management 是要说工具，你要怎样去，那牛，那要你犁田，你犁哦，啊那，那个农夫要怎样把它调整，那才会省力，而且同样一个时间才耕的更多，因为从17世纪美国。西方迄个欧洲一边都是安尼去研究啊，所以后来发展成管理企业管理，说你安尼资源、人力、物力、财力进去啊，怎样把销售订单弄得多，获利弄得多一样嘛。企业就在管理，国家、社会也家庭也是一样。你嫁给这个老公，安尼跟他谈恋爱谈老半天，孩子生下结果嘛不幸福，那代表管理出了问题嘛，一样啊。那这边管理是什么？我用汉字解释，管就出来了，物理。为什么后面那个理华理理的提供大部分都是在逻辑之下，你做什么事要逻辑，逻辑有脑帮你分析，不然你会完蛋，你靠感情世故的管，管子大家知道吗？管啊，我现在讲的是真正的管啊，不是那个军中管理那个管啊，不是爸爸管的提供水管里面的管，那个管水管里面 流什么水吧，水是不是要运到你家去，而是说水管它的能力没办法把水运到你家，那你要喝什么，喝汽油啊，救火队如果他现在打119给他，他的管子没有送到那个救火的地方，水喷出去，那救了火啊，结果里面喷车喷汽油出去，那不是死了？台湾人现在是民进党给别人弄管都是，你拥有那个管子里面流通的资源，在企业里面就是那些武管嘛，财
有你给你权力，给你人力，给你物力，给你资讯，给你电脑，你一个总经理，有一个主管，或者一个专业的，你拥有这个管资源在里面流动，你要喷出去，喷到对的地方去，就管理，管制，喷到对的地方就管，啊，管我们这样就解释了吧？这个我们东方人应该很容易了解管嘛，管那个管的意思。你们坐在高铁、汽车里面，那个都变相的管了、啊。坐在这个教室，这个教室也是个管啊，不然你们坐到天空去听我讲上课啊。管这个意思啊，就是把它安排好，上级给你权力，你拥有这个权力去调动你的资源，去解决人家给你的任务，这是企业管理的解释。同样啊，就管的意思更广泛，所以你宗教、医学、政治都是离不开管啊。你身体脑部也是要管啊，没有管那个是大家都在闹革命啊。这英文大概是这个意思。英文也是这个意思，管理，啊，管理所谓何事，啊，这是管理的，这是讲管理的，好，那这个公司在这边，跟刚刚才前面的公司一样，管理哈 ，F 就是你嘛，就是你脑 ，MIT 就刚才前面说成立国家一样，你也有那个颜料啊，你拥有这些 M 的是啊，你有思考嘛，有你有主管的，你有 manpower， 你有人力资源，你有机械，你有设备什么，就 M 开头了，这个是你拥有资源 ，I 的是力我嘛。我是主管，我是总统，我是老公，我是老婆，我是细胞，我是上帝，我是什么？我那给你 I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你有了 T， 你有思考能力嘛？你有时间嘛？你这些没有时间也不行了、啊。给你 technology， 给你 territory， 你有一个办公桌嘛？像你们坐在这边、啊、有一个 territory 嘛？有国家，你拥有这些资源，你有透过你去完成，达到一个 Y， 啊，你就管理了，所以记起来。你人生都是在忙这些的，补填充题，补 MIT 而已了。啊，就像刚才前面国家建国的方程式一样，也是里边那个 F 了，那个 F 就是你脑。啊，这边我不讲，就是说你有学过简单的数学微积分，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是一个连续函数，而且微积分你可以对 I 啊对 M 来微分，就可以找出它最佳解。而前面解释什么叫管理啊？啊，管了老半天了，不一样了。管理为什么完成任务嘛？任务完成有什么好，有什么坏？这个有，都是要 to do rising right，rising， 而 right， 告诉讲大家南部来这边来上课，这件事是对的 ，rising 嘛，来这边上华理课是对，这件事是对的。但是你车子去开飞机去到上海去了，有没有？或是昨天跟老婆吵一吵，跟老公吵一吵就不来上了 ，right， 你都。去做对的事，又把它做得叫水苦也乱，管理，这是管理。好，那我们又把它搬回到台湾的问题。刚才前面有讲过，开宗明义讲，国家及建构国家四大要素：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就像我这部电脑，宏基啊，就华硕把生产是不是有几大部门要把它组装起来？四大部门嘛，你少一部门就不叫电脑，叫做人脑，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是你国家要黑工厂把。原料都备在那一边呢、啊，准备在那边呢、啊。啊，你没有生产线，没有厂长，没有办法开动下去，没有那个制造人这么重，你这个电脑可以变成商品制造出来吗？你说我要讲这个问题吗？人民、领土、政府主权，就像这个电脑一样，有软体，有硬体，有键盘，有C槽什么槽，这些都有了。那你要讲，还有这个 F 啊，要生产线嘛。啊，你生产还要卖到世界上去，啊，何况我们现在直接拉到台湾，台湾你现在是人民，你们要坐在这边呢、啊，台湾2000产业跟你讲说，我们有人民啊，我们有领土啊，我们有政府啊，有主权啊，我敢问，啊，你的人民是哪一群人？有啊，就把2300万来投票，骗骗去，不用你还关系什么观念？你家1800万的，较早是600万的，那是日本战败天国到现在哦。你的身份其实都是战败国、啊，那是因为因应的这个管理者是流亡政府，他用中华民国身份证、中华国民身份证，那个全世界认同吗？包括他兑换过去的护照都没人认同，还有一群400万人是从中国来，这两群的乌合之众汇整在这边的。讲实在啊，领土台湾这个领土是民进党的领土吗？这个日本天皇的领土嘞，马关条约当时割让给他的嘞。你原料都不是你的政府啊，这个政府是流亡中华民国来的总经理的，是美国董事会接他请过来的，看他可怜的。这个政府不是你有我们的政府的，而主权刚才叫日本天皇是主权啊，
所以这个四个零件，光被它组成说变成台湾国了，哎呦，哦，还有他民进党也没有拉出一个生产线呢，他说我们经过选举，那西藏有选举啊，流亡政府有选举，难道他变成国家？他是民主选举，我家也选举啊，我们每个月谁煮饭也是选举，每次都是我煮饭啊，对不 对？那片面的民主选举，我家是民主国家，选举没关系的，不是他充要条件的。好，那你的国家刚才前面都讲 country station gun state 这边的讲过我不讲，啊，那时间一直在催我哈，啊，好，不是国家哈，台湾身份证这个我看不用讲，刚才前面讲哈，结语都是安呢，好，最后要把它拿去，台湾不等于 Chinese 台北 ，Chinese 台北，我想很多老师，包括我们的林博士也讲过了，那啊 Chinese 台北是等于 ROC 退化过来变成 Chinese 台北，啊 ROC 是跟 PROC 跟 ROC 这个有数学基那个集合论的那个都。啊，这两个政府都属于 China 了，哈、啊，这个是旁边 China，of China 嘛 ，of 嘛，你们注意英文字啊，以后都看文章就尽量去看英文了，不要看那个《自由时报》《苹果日报》，讲起来弄碰风，啊 ，of 啦，这个 of 是什么意思？这个是 of， 这个 of 都 of 的后面都 China 嘛 ，of 的意思啊，你回去问你的妈，问你的小女儿，问 of 是什么意思？啊，不会的，上 Google 上去查 of 是什么意思？啊，你有知影讲，哦，民进党国民党安尼。off 的意思用英文啦，啊，不改讲哦，你用中华民国都国啊，都国啊，所以国家，我的宠物叫做李大国，所以我的宠物叫国家，麦安的好吧？麦后面一个国立的国家，啊，就靠操作型定义的数学啊，是英文，英文比较有数学逻辑，好，那个家。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十分钟。那个，请新竹州彭国金还有宜兰州赖惠美两位到前面办公室找工作人员一下，谢谢。